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两位是引言人的角色，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光阴三十年，对不对？要讲的是台湾新电影的故事，两位要担任引言人，对吗？对，没错。是，对。来，小美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但是台词非常的多。对，台词很长。所以两位背台词功力应该很强吧？请问开始的倒数第三句是什么？开始的倒数第三句，应该开始以后的倒数第三句哦。难了吧？怎样？黄玉祥入围了，开始我。好啦，淘汰难了，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对，是，而且呢，我们在里面还要待会儿这个玉祥有很棒的钢琴表演，也需要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他，对不对？那两位的新电影即将跟大家见面了哦，这个柏林的是 BBS 上面的正义，对吗？是。嗯，是，那小美的当然就是女朋友跟男朋友咯，是，所以今天两位再度同台，就是要担任非常重要引言人的角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光阴三十台湾新电影有很多感动的作品跟很让大家惊艳的成果哦。好，谢谢两位，谢谢，要谢谢柏林，谢谢。